说正防摔两年没有洗了，带过来洗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觉得应该也还好啦，因为根本是多吉他，他真的要下水了。哎，这下一包的箱子，啊，你恶心哎。还好啊，泡啦，没有啊，像有一些一粒一粒的，那都是泡泡的。你看，哦，不行，我可以看到水开始慢慢的变成褐色。干嘛？我觉得有点可怕。不要用手啦。哇哦！哇哦！好了，太吵了，是不是应该买一个新的澡盆之类的？对，你要买个新澡盆陪我，就给你带回家，以后就专门拿来洗我们这件防水衣。我把它剥开了，我把它剥开。可是每次都有穿滑衣的哦，我是没有，我是有在穿滑衣的。你没有穿滑衣的话，你会怎么穿？对，吓到我了。干，虽然我料到了会很脏，但是这真的太恶了，真的太恶了啦。啊！来，哇，这是太……哦，还有脚踩到了啦。我觉得这是跟尿一样的东西吧。我觉得就算你洗完之后，你穿这件出去，我觉得我会有阴影。可以了，就这样了。反正你没在洗澡。我有在洗澡。我摸起来没有油油的感觉。所以原本摸起来油油的。你觉得如果能像莲花一样出淤泥，烂死烂透了，多清理要不要？人呐，就是要生活在这些肮脏的环境之下，才能够感受到生而为人。是有多么重要？就算有这么脏的衣服穿在你身上，你还是要持续往前走。正所谓，非淡泊无以明志。跟这么脏衣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